太太，我今年78，摇完儿童眼睛滑，俺孙女王小雅要给我介绍个终生伴侣成个家。说男方啊，马上都到俺家来了，你看看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哎呀，爷，说出说出可来了。家里有人吗？啊，有有有有有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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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的娘啊，这一点准备也没有。哎，来了来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啊！哎，你好，老人家您好，你好你好你好。您是小雅的奶奶吧？对，我是小雅的孙女儿。啊，不是，小雅孙女是我。也不对，你看这一激动话都不会说了。我是小雅她奶奶。啊，奶奶好。你好你好，来来来，屋里坐屋里坐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人长得真年轻。咱俩合适不合适了？这是。哎呀，你不是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那个著名全国的影星啊，啥根儿？哎呀，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。奶奶，哎，这初次登门也没什么好带的啊，给你买了2盒脑白金。啥呀？给我买点板蓝根。我有毛病没啥的，你拿板蓝根是弄啥的？这老人家呀，耳背。哎，坐吧坐吧。哎，你咋称呼啊？我叫何守业。哦，你叫老爹。你奶奶，这名不好听啊。我叫守业，不叫老爹。你叫老爹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奶奶啊，这个身体好不好啊？哎，身体可好啊。再看奶奶年纪有点老，但是奶奶身体可是好。哦，不是给你吹牛啊。啊，你要把刘翔叫到俺俩一块学赛跑。怎么样？奶奶肯定受不了。哎呦，你可慢点，奶奶。是是是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小伙子啊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奶奶身体可好了。哎呀，哎，恁家人都好吧？都好都好。好好好好。哎呀呀，爷爷，爷，我回来了。爷，宝贝孙女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都聊上了。啊，可不是吗？奶奶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在门口碰见我们单位领导了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俺俩正聊着热乎嘞。奶奶可热情了。怎么样啊？这人。跟怪懂事，就是个年龄不老合适吧？啊？嗯，奶奶啊，您这说什么呢？嗯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那你咋会听不懂呢？这不是你给我介绍的那个？这不合适。奶奶，您搞错了。嗯、咋了？他是我男朋友。嗯、哎。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来来来，您坐坐坐。哎呀，哎呦，奶奶，嗯，您整天催着我找对象，找对象。嗯，刚才我打电话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今天呀，我要带我对象回家来，让您给把把关，这不咋样啊？哦，是你对象让我把把关啊？奶奶好，我还想着你给我找个对象。哎呀，做人吧，要说也怪老实啊。不过。嗯，奶奶有啥心思你能不知道乖？哦，心思我懂了。哎，守业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奶奶呀年轻的时候可是个民间艺术家啊，啊，那是三湘五里一枝花，还是咱们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。真的？我跟你说，他那点心思我懂，他呀就是想让我找个才貌双全的人。哎，小雅啊，你奶奶是民间艺术家啊？不像啊。怎么了？他又背脸又花，说话还打岔，奶都会说。老爹。哎呦，老爹。奶奶好。奶奶，你说我不像艺术家？啊，不是，我没说。你说我不像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？我不是没那个意思。嗯，我非得给你弄两句听听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啥叫又来这一套？我又不弄两句还镇不住他。哎呦，咋样咋样咋样，你别看那奶奶鸡大命，这个鸡下蛋啊，就这两下您这对象他也不会。您这纯属就是老母鸡下蛋。老母鸡下蛋咋了？他会老母鸡下蛋。哦哦，这咋回事？这是奶奶，你说我的表现怎么样？不咋样啊。要说会表现呢，还是俺孙女表现的好。他还会乐器呢。他
会约起来。啊，也没见他带来呀、啊。他不用带。他不用带，约起来咋拉来？哎，您别不信了。你不当然我不信了。您听这样。那约起来他有一点。你说我这个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别说，拉了还真有点意思。不过我最喜欢听的还是二胡独奏。二胡我也会呀、啊。二胡你会啊？乖了乖啊！你要真会的话，咱俩将来来个组合。咱俩来组合？你看那个旭日阳刚啊，人家为啥火嘞？啊，主要是俩人组合的好。哦，咱俩来个二胡配乐诗朗诵咋样？啊，你说您诗朗诵，我朗诵，你拉二胡，咱俩掺和到一块演，那太好了。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还又来诗朗诵呢？还那诗朗诵得用普通话。奶奶早年说的都是普通话。奶奶普通话是非常非常标准的普通话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俺县里头，我当过著名的主持人。奶奶，您吓死大家吧，那叫主持人。我知道，那不就叫主持人吗？这样啊，你给我搬走。好，奶奶给你朗诵咋样？没问题。开始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大型诗朗诵，大型诗朗诵，掌声有请。我们的诗朗诵能给大家带来无比的欢乐，无比的欢乐，让你心里非常的，心里无比。奶奶，您可别生气啊！您老千万不能生气。我跟您说 啊，咱不跟他合作了，咱俩合作一个，你说二重唱怎么样？中，咱俩个最流行的 啊，啥？气死王菲的一首歌，传奇咋样？传奇啊！奶奶，你会唱传奇？三斗带我都组好了，您先吃。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啊，啊啊我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忘掉你的容颜。梦想过偶然有一天与你再相见，从此后开始要孤单的思念呢。这个中午不租房了啊！奶奶请恁，咱下馆子，咱去吃北京烤鸭。好，拜托。